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二日AM新闻，我是嘉豪。海军推动国造、国南国造这高级别、这个高效能舰艇、多工级的巡逻舰，第一阶段量产六只。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亲身伫咧苏澳港主持第五、第六只安江舰、万江舰的校准典礼。蔡英文是强调军舰提早祝贺，这代表国南国造的亮点，守护自由民主的决心。这两只军舰顶头也拢配一个雄二、雄三管舰飞弹，火力是真强，有航弹杀手的称号。专注看候伫苏澳港口的两只军舰，总统蔡英文亲身去阅兵车检阅安江舰、万江舰、国南国造之一的高效能舰艇多工级巡逻舰，第一阶段量产六只，已经有四只交会给海军，剩的两只是安江舰甲万江舰。蔡总统日前主持交会典礼，伊讲头一批六只舰艇已经全部完成，象征台湾自主国南国造的能量。我们是不是给所有我们的工作团队跟同仁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高效能舰艇不仅具有逆中性、航行稳定性，更是海军首型具备防空能力的小型舰船。多工级巡逻舰优秀的性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也加速量产。原本按照2025年交会目标，提早20个月完成。现场除了有安江舰、万江舰，还有包括塔江舰、富江舰、旭江舰、武江舰，也伫港口排几排。六只军舰做伙公开出现，共同负责制海作战的任务，创下国南国造新的陆战碑。也若多工级巡逻舰，成做海军头一只有防空能力细型的舰船，有高机动性、稳重性，每一只还有28粒防空甲反舰飞弹，是反制中国航舰的杀手。世界各国海军造舰史上非常难得的成功案例，在不对称作战中可以实施蜂群饱和攻击，是航母杀手。针对外界关注第二阶段五只军舰量产的进度，海军表示，按照年底开始动工。另外，海军也公告几啊件决标案，投入差不多22.8亿，针对舰载雷达、雄风、海舰自行飞弹进行维修外包，防解脱组是要强化多工级军舰武器系统的脱线率，透过这点来提升舰艇的精度和打击的能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军事兵伫咧卫星空气图内边看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有一带张敬涵台北市的迫爱特区正烧伤，而且解放军上届新的演练影片内面，佫出现桃园杨梅某一间台军道馆的看板。专家分析讲，中国这几年模仿台湾的街路警地做实战化训练，咱就要小心应对。郭兴福连官兵以实战为背景，构建沉浸式 VR 全景和模拟仿真作战环境。中军放映上新演练影片，对了结合新科技，照片详细甲看这一排军人后边建筑物的扛棒，是以繁体字写着“台军道馆”，也个台湾空军开始的手机号码。实际甲查，这间店真实存在伫桃园市杨梅区。各有军事兵伫最近的卫星空气图中发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边境内一个技术和国营战机炸下使用的飞弹报警，甲台北市破坏特区街铺甲建筑群真亲像，针对性十足。重点要害目标展开夺控。同款伫内蒙古的自治区正式训练基地，2015年，国防公布有一栋甲咱国总统府亲像的白色建筑物，将军到第四个位进行射电战斩首战演训。小军们2017年到这个所在发兵，也出现伫背景中。中共近年来的确是系统性的在增加这种实景跟实战化训练，训练它的各式军种跟兵种，这都值得我们注意，同时采取更有系统性的反制方式。中共文武兄还无停，国防部公布2个规定，增设13架自强机、7架自强拦截台。面对强机人一直侵扰，空军司令部日头早上5点到7点，统合1-6联队各型军机天降，爱国者飞弹甲防炮系统参部队执行。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连续操演，兼政三军联合防空作战指挥甲兵力运用。我个关注感是两岸局势相关有关系。国防部发言人何进指出，这是当年例行演习。也不过会针对地震威胁变化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如果这个中国渔船遭过界啊，昨昏伫咧新竹上山，上山也过一个台中的上碧港外海呢，又过四只中国渔船出现。虽然无伫咧遐里啊，是咱的海巡人员赶快赶赶走。有专家认为讲，无排除是来刺探军情，或者是故意来过内乱，要刺台湾的底线。海巡署巡防艇慢慢拉挖近中国只渔船，发现对方并无掠鱼，行为真可疑。另外，第三海巡队接到渔民通报，先后伫新竹香山外海40海里、甲台中上碧港外30海里海域，阁发现两只中国渔船外界随即公布管理。自从中国快艇在金门海峡并准事件了后，最近各方拢对中国渔船外界高度关注。二十有七只中国渔船出现在澎湖七美海峡，才予海巡署以广播水炮加警示声方式管理。结果讲，中部海峡阁有中国渔船出现。第三海巡队强调，到现场随即将因管理到领海基线管24海里，阁用目睭监控，以到对方离开为止。中国大陆渔船越界进入我国限制水域，遂依法实施驱离，将取等四艘陆船驱离至限制水域外，并于现场监控目视其向外驶离。他可能是刻意的迫近我国的临接水域，来进行这一种就是类似灰色地带行动的一个做法，来测试我国的底线，所以不排除是在做情报刺探，或者是说其他的骚扰行为。各方专家认为，中国渔船一直逼近咱国水域，无排除是做情报刺探，也是调降塑料行为，目标是来测试咱国的底线。国安军方海巡系统情报也会互相传达，并将应该支持相关单位强力执法，捍卫咱国海域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嫌犯伊专门经济下课下班人上济时间，去台北车头的一运大厅沿路抓嫌球啊水，或者旅客是一直扫一直拍卡上。警方调查，这个嫌犯一个月已经犯案两届了，而且伊犯案过程拢是对着一个旅客后壁出入，目前是一直抓着人。查甫人入去到捷运站，正手故意藏伫后壁，鬼鬼祟祟是想要创啥？放较大来看，伊咧持手内面迄罐，忽然间气体喷出来，哪走阁哪喷几下个，行过个旅客鼻仔哪喉拢食袂爽快，一扫阁停袂落来。有学生发文讲，伊连续扫十几分钟，差一点仔就死伫遐。我一开始以为是那边施工有飘散出来的灰尘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咳嗽跟打喷嚏，是蛮刺鼻的啦。但是我一直以为是烧焦的味道，就是有一股好像那种焦焦的味道。我们有在讨论，说，是不是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嫌犯是随机犯案，警在台北车头，因为遐人上多。如果下晡五点外，当时下班下课人侪时段，在捷运 M 八出口，沿路在乌白转环桥水，警察接到通报调查，发现是伊犯案。伊随着对旅客逃票出站，在台北车头出现，中山站离开，甚至乌白转的行为十次都捌做过。这摆已经是第二摆，警方目前是继续调查，要厘清查甫人的身份。17号的时候，捷运公司他们那时候没有向我们警方通报，直到3月25号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才发现说，这个跟上一次有点类似，才确定说这个是有人故意去喷洒这个辣椒水。台北捷运不时都在出状况，过去捷运的车厢，嘛有人提泡沫去乌白砖，嘛有人提红龙喷罐底下喷，还都可以喷到了后，目屎是咳咳滴。这摆用环境水一直喷，卖准是讲安尼做无要紧，警方表示讲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和社会特殊维护法，分别会当罚上悬100万含拘留，那是有人提过，嘛有可能犯伤害罪，涉及刑责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新北市南口有民众在咧 U Bike 坐车站发现到规箱的枪支，赶紧去报警察。经过警方的调查，这1200粒枪支拢是空壳，是中和分局进前去做射击训练了后，再无到的一箱空壳。中和分局也会依照规定来追究责任。我联络监视哈。警方接到报案，刚抓箱啊，后边带着穿黑衫的男女，然后行入派出所。新北有运动民众伫 U Bike 租借站发现一个大箱啊，看甲惊一条，直接走去附近的警署报案，讲有规箱的枪支。就是看到这规箱，好民众是惊一条。其实内底底拢是空的枪支壳，也毋过有达到1200粒。
安全规划会落伫何瓜？原来中和分局警察二十伫南口分局备场实施射击训练，搭配结束了后，用推车运上车，刷伫搬运的过程，将一箱落伫南口卫生所的头前的人行道。在运送空弹壳过程，却有大意疏失，返回分局后，亦未能确实清点数量，造成遗落情势而不自知，相关人员就责处分。前后经过四点多钟，和平将发现报案扣掉，分局这才发现空的枪支壳有漏胶，中和分局承认当前的疏忽大意。包括上份教官、助教、支援警员、甲督察组长等人，拢会依照警方的后勤协助要求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有关是有这禽流感的疫情发生，农业部防检署指出讲，国内已经检出高病原性病毒 H5N1 有十个血清型，拢是这毒鸟杂入来病毒，主要是为何咱所饲的这鸡啊鸭也够高。另外呢，前几天彰化动物防疫所也接到通报，伫咧大城乡的大排水沟出现真侪鸭的尸体，为着避免这病毒污染，已经消毒两届啊。布花外口的路，几啊十公尺长，四个拢是鸭的尸体。在1.3公里远的排水沟内底，嘛有未少死鸭。二三彰化县动物防疫所接到通报，赶紧派人全副武装去做消毒。估计这两个所在差不多有580只，较好起来了后，搁一概做消毒。针对业者无通报，把尸体等伫个遮，会堆渣，而且加重处分。不能随便弃置。那如果有被我们相关单位抓到的话，我们会大概可以裁罚5-100万的这个罚款。鸭的尸体已经有送验，若是检出高病原病毒，这个饲鸭场的鸭全部拢会甲处理掉，而且无法度领到菩萨的补助，还阁爱受裁罚。遐若禽流感的疫情还未停歇，在云林启动的一间土鸡鸭场，最近检出 H5N1 亚型高病原病毒，已经甲23,000多只土鸡鸭处理掉。防检署指出，国内已经检出 H5N1 甲十个血清型，拢甲毒鸟有关系。从外面进来的候鸟带进来的病毒呢，有像目前已经有。检测出有10个型，希望说做好一些防鸟的围网是很重要的，就是外来动物不要进入到我们的养禽场里面。防检署表示，目前当时毒鸟会飞来的时期，饲鸡鸭甲鸭的业者先不安全管理，若无做好，就有可能会去喂到新型 H5N1 亚型高病原病毒。今年到目前为止，饲鸡场、饲鸭场感染高病原的拢总有25例。陆地都占20例，有甲80%，显示即届病毒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鸡啊、甲有小白鸡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是海军艺文中心的高雄主营中山堂，即卖也是这个高雄市的历史建筑。不过呢，由这团结中心改整建做中山堂剧场，今年特别推出歌戏来台大车饼，邀请全台湾16团的歌戏团来这演出。对4月演到8月，邀请南部乡亲做伙来看戏，也感受无同款的中山堂。警方歌戏剧团伫台顶演出《警察局调天顶》的故事，刷来也有其他剧团演出《拿刀子啊》顶顶无共故事。各伫团结中心即摆推出歌戏来台大车饼，邀请全台16团歌戏团4月要伫高雄中山堂演出。这也是中山堂中心修复了头一摆展演，由歌戏拍头阵。歌戏是咱台湾最本土原生的一个剧种，所以讲文化部非常重视。歌的一地，所以未来咱伫遮就是要做咱传统戏剧的一个培育的基地，啊，咱先以歌戏来拍头阵。这也中山堂过去是海军的艺文空间，也是战后高雄影业上过的电影院，即马正做高雄市历史建筑，经过5-6冬，今年总算修复完成。即摆歌戏来台大车饼是为4月开始，每礼拜假日16团歌戏团连续要演出32场。邓美芬老师讲，即届青年团演出是甲台北等演的戏剧全部刷来高雄，让南部乡亲也通欣赏。我们这次呢，青年团他们特别为了这次的开幕，带来的经典好戏《曲盼记》，也希望可以把台北在戏剧院演出的规格跟
精致的好戏，再来咱高雄和咱高雄的乡亲看。昨夜中山堂重新整修了后，即马是正做中山堂的剧场。各地团结中心表示讲，未来除了戏剧演出，也会培育传统戏剧的人才，毋忘正做南台湾传统艺术的培育基地。记者张怡芬、王志宏高雄报道。人讲家己市是家长区，即家己市的外教场主祭宫也是家长的发源地。庙内有十尊用土捏的象牙，即个作品因为时间久长，加上有地震，象牙金身有崩溃情形。家己市文化局专工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做修复。用特殊的报道材料，偷偷来修复象牙崩溃的所在。家己市主祭宫内底有十身将近60年历史用土捏的象牙。因为时间久来，将也身躯有真侪损伤甲破损，文化局就委托专业的团队来修理这个文物。算咱足传统的迄条工法，因为这是算到古代用柴骨啦吼，爱用铲土来堆塑出来，就目前这个程度来看也是因为伊无伤到伊的骨骼啦，只是伊的皮肉这部分有一挂影响尔。啊，虽然按达皮肉的所在来补充、补强者，啊，让伊许整体看起较完整安尼。修复团队讲，这个土做的将也。下底因为有固定起来，佮加上佮一个人的身高差不多，所以地震的时阵海来海去，土才会劈开。参与修复的学生讲，会当参与即届修复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啊，地震安即个重要，即摆是佮起来啊，起来伊的迄落，伊算做伊重心较悬吼，啊变做一陷啊陷的所在，脚啦、腰啦，还是手的所在，拢有小可劈断。来遮咧做传统的功夫，啊，因为吼这。我学到足侪物件，啊嘛足趣味的。朱志强表示，朱志强是家己市内兼顾有形甲无形文化资产的强庙，内底真侪艺术的作品，透过修复团队的协助，才会庙内文物才会当继续保留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以下战争到今已经有32000多人死亡了。这联合国安理会总算在二月头一届通过要求加沙水停火决议案，因为这届呢，美国无搁再反对是投弃权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因为美国弃权是真不满，遂取消各界代表团访问美国计划。Abstention。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亚手到核弃权票，不过动用核国权来阻止。安理会总算头一摆通过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案，内容促请各方在穆斯林在该国期间随休兵，实现长久继续的停火，佮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人质。但个条文并无强制力。美国表示，不过后果是因为震动随停火释放人质等内容，但个无投赞成票，是因为决议案无谴责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也不过弃权票又完输，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受气，指控美国奉行国际案，危害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是背弃原则的立场，随即决定取消代表团访问华府的计划。We're kind of perplexed by this.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eems to be indicating through public statements that we somehow changed here. We haven't, and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美国这段期间一直劝以色列唔通进军加沙走廊南部，以免进一步造成更加大的伤亡。即摆高层会议原本也是要参详相关措施。以色列单方面取消也和北京希望无了解。早前一部去美国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伫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进前，佫一摆表示强硬立场。אין לנו זכות מוסרית ל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בעזה עד אשר נחזיר את כל החטופים אל ביתם。那伫以色列特拉维夫临时加沙停政府，坚持所有人质倒来进境，绝对无应该成停火。公司新闻是非常朋友。前总统马英九四月阁要去访问中国，而且要去北京，外界会伫咧关注讲马英九含习近平敢有第二摆会谈咧。马英九基金会表示，马英九真希望会当来见面，来表达着避战求和的心声。啊，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提醒马英九，就爱会记咧台湾人对主权、民主还阁法治的愿望。前总统马英九四月七日至十一会带领一群学生去访问中国广东、陕西，而且去北京参访。因为2015年新加坡马习会特殊性的见面，加上最近台海局势紧张，金门厦门并存的案件，引发外界联想马英九这届去，敢有第二届马习会的可能？部分人士是解脱，这对两岸的关系有帮助。马先生，我这次到
大陆去哦，无论这个见任何人哦，马建中都会希望能够传达我们台湾人的心声。我们台湾民众哦，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马前总统希望能够跟老朋友碰面。我也要呼吁马前总统他在前往大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谨记国人对于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萧孝仁表示，马英九是受到邀请去访问中国，跟什么人见面是随主人意。国民党立委罗淑宝认为讲，马英九访问中国对台海和平有帮助。台南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提起马英九爱避免参加统战意涵的活动，也爱为台湾宣示主权，应当基于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传达正确的讯息，传达台湾主流民意的讯息，为台湾来宣示主权。马习二会啊，如果能够成，对整个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是有帮助的。民进党政府八年来不做的，马前总统提早来做。吴鸿翔讲，台湖会副主委李文忠建议政府不应该有中正之道，马要修正逢中必反。针对这点，李文忠拨回讲，应该调整做逢南北，甲中国破塔必定批评，逢北京霸凌必反。但更强调讲，政府警告大家都无逢中必反，是积极推动两岸稳定健康交流，嘛呼吁中国甲台湾应该有和平对话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某一个二小机构109年发生性侵案，监察院认为县政府社会处方纠正了后，拢无改善，致使111年搁再发生搁较严重的机构人员强制甲异性恋的案件。监察院今日通过台东社会处长陈淑兰的弹劾案，认为陈淑兰危害二小权益、损害机关的名声、威胁政治独裁，一直通过弹劾。以上听解发言心理。台东县一间二小安置机构，伫109年发生性侵害事件，互监察院纠正无改善，阁互不当对待囡仔工作人员继续服务，造成发生阁较严重的强制对医生脚来手来事件。这是国家背叛，并没有好好的去监督，或者是强力的介入这个机构的改善，所以又再发生性侵，而且是猥亵这么严重的一些案件。监委讲，这个二小机构在109年发生教男逢性侵害的事件，经过监察院的纠正了后，111年的四月，阁发生不当管教事件。九月，医生疑似逢性方面的脚来手来，一直到112年三月，阁一摆发生强制脚来手来的案件，连续11件不当管教含性病事件。台东县社会处长陈淑兰无加强监督，阁在接到教男事件通报员的第一时间，通知 A 机构所属的基金会，涉嫌违反二小权法的保密规。丁红丹贴，另外转入来，医生大多数对华人来，但是华人管政府对安迪个案拢无得插，为何无嘛不监督好都红纠正？当然，对监察委员的调查结果，我们是表示尊重。个案的反应上面呢，我们之后我们会来要求社工同仁服务的上面呢，一定要做详细的沟通。今日嘛，只只讲台东县长赵庆龄的爸爸是登记做 A 机构所属基金会的董事，是公职人员的关系人，但却能够帮助县府和基金会签机构安迪辅导契约书，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嫌疑。陈处长他有没有这个因为知悉饶县长的父亲担任董事，所以有特别特意就第一时间去接触，没有实质的直接证据，我们也不去做过度的推论。法院依据《二少权法》来讲，他第一时间这个动作的确是有泄密的问题。以不成比例的原则大动作的召开记者会来请问他，他 是在做谁的打手？廖庆龄讲，因老爸当初是成立机构的初心是要做好代志，因为监察院是甲代志无限拖甲真侪部分。另外，今日老社会处长陈淑兰，廖庆龄并无回应。高新闻做了，陈淑兰嘛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是真正的景点，自控制一年八月，当地21间创水业者用疫情成本起价做理由，协商了后做伙起这创水的费用。去年初公平会接到通报了后，伊则违反公平交易法，甲业者罚钱，其中有7间不服控告，煞予法院驳回。
游客在教练传令之下准备落水铺水皮。小琉球二十一间铺水皮业者甲当地观光发展协会二零二一年八月协商起铺水皮费用，公平会协调了后，去年初以公平交易法个别化协会甲业者在七十五万其中七间业者提过抗法，则是互法院驳回。他们就是开了一个会啊，决定价格调涨。那这个就是典型共同来协商哦，决定了当地的这个价格，破坏了他们个别业者决定那个价格的空间，联合涨价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迄当时，二十一间业者的声明中，第二点载明，因为相关成本增加，将费用提高一人四百块，予人认定违反公平法。台北高中行政法院表示，违法重点无伫起价行为，是业者联合决定市场介绍影响公司，也毋过业者也有话要讲。啊，大家朋友就是价格群组在聊，不知道不妥这样子。冬天没有游客，夏天的话又常常台风天什么也。没有办法做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啊，物价也都上涨了、啊。教练一个对侪人带游客落水，业者强调装备一直起，也爱负担游客保险，起价是不得已，那费用为300至350不等，起到400，游客认为爱当接受。这样还好啊，而且现在什么都涨。成本一直起，和铺水皮业者吃不消。公平会表示，联合起价是违法行为。那因为成本也是时机摆定因素，造成业者歹维持，也爱首先向公平会申请，搁得到许可。提起业者，袂当私底下随意联合起价，以免处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当年清明进前呢，这举办也会飞上北，从开始过境分林，今年受到三月初寒流影响，平应过万十公左右。也那今早起十点半呢，有记录到上济每分钟1080架。高工局也把这国道三号拿来单外边车道封起来。举办也协会表示，那准天气稳定，清明前后会骨较侪。一只一只举办也在天顶飞。26号上午8点外，有人拿来塔口单，陆续出现大量的纸板鸭。公安局人员在边仔台面记录，等到9点外左右，每分钟超过250架，马上封闭各三拿来单或者车道。10点记录到上关量，每分钟有1080架。九点整的时候，数量有来到290只左右，那所以就启动一个封闭外侧车道的一个机制。那今年可能较慢飞。啊，嘿啊，今年已经三月尾来啊，嘿，啊无大一年啊，拢三月初就飞啊了。举办鸭协会表示，每年清明节前后，举办鸭为南部往8000余，但今年举办鸭申请部队受了三月初寒流影响，比往年慢10天。有25才陆续看到举办鸭经过南来乡，临近学校嘛把握机会，马上带着学生来记录真难得画面。就是为了不保护蝴蝶，对，保护蝴蝶，然后不要让蝴蝶被卷到车子的轮子下面。很多的紫斑蝶都是从我们后面的山谷一直飞上来，然后小朋友看了都说紫蝶大迁徙哦。有表示，为了保护紫斑蝶，高工局今年嘛架设保护蝶的防护网，有1100公尺长、4公尺宽，会在每分钟250架时封闭外侧车道。那近期天气稳定，如果这几天到清明节前后，阁有机会看到大量的紫斑蝶过境运营。记者王有你报道。来看台中公园遐个蜂鸟伤过侪啊，这鸟啊赛是乱乱放。即马台中市政府引进节约的这个饲料，配合生物防治法去当蜂鸟，希望对源头来控制这族群的数量，也呼吁民众唔通去乱饲蜂鸟，违规者上侪会当罚到10000元。一座订婚鸟聚集伫乌心亭厝尾顶，有百年历史的台中公园蜂鸟坐敢若山，坐坐鸟仔屎污染环境。台中市府和野鸟专家建议解决的方案，打算要让蜂鸟食节约饲料，为源头管理控制数量。附近的民众听到消息有无同意见？哦，蜂鸟的，这是蜂鸟啦，伊还搞某些放屎。小可人讲话，那饲一挂蜂鸟来就讲。就违法，啥物有诶无讲啊，一大堆，我嘛感觉讲这是真古怪。用壳啊，吸饲料，黄青色的是节约饲料，红色的是一般的饲料。工作人员用蓝做花饲的方式，金粉鸟来食。节约饲料内底有蓝药啊，会当让粉鸟的卵巴都孵出鸟仔囝。建设局的厂商改用人爱掠粉鸟，送予动保处处理。哦，这边有机关门嘛？那鸽子如果跑进去以后，它会自己跑进去。那进去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再跑出来。
台中公园上最捌有300多只蜂鸟，乌心田互鸟屎喷甲规世界，引起争议。即马透过较人道的防治方式，目前实施一个月，后续的效果乖观察。啊，不过市府呼吁民众卖甲蜂鸟饲，若袂当照住地条例罚2000到一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油林园抢新三轻机组，前一阵啊发生这气体泄漏甲大火烧，暂时搁在启用，不过初期无稳定，有产生无合格气体送到燃烧塔，发出真大的火光，也搁有声音，和附近的民众是真着惊。李长今仔日是搁在抗议，呼吁中油就要加速四轻设备的更新。火烧塔喷出火条啊！伫暗时特别明显。中油高雄林园厂新三轻二五道了开炉，因为开炉初期不稳，马阿妈产生无合格的气体，送去废弃火烧塔，喷出真大的火条啊！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全程进行监控，约20时30分火光变小，目前持续监控中。倘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将依空污法开罚。环保局继续用 AI 监控系统做监测，虽然是正常的排放，但火烧塔的火光甲噪音还是惊到部分的里面。因为林园厂车站16只分别发生气体外泄甲火灾，产生空污。林园区的里长17个特别走去林园厂门口抗议，要求赶紧替换四轻设备。二日透早，里长搁一摆讲出诉求。像我事业部遮这个四轻啊。已经42年，那么希望讲咱的市府啊，甲咱的中央会当个重视，吼啊，全部来更新，啊，有即摆新的科技吼，甲我都控制啊，即个异常的发生。面对里长的诉求，中央表示会照正常的机程执行。计划书整个都已经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了。好，那政府机关怎么核准下来？一些程序才能够走下去，才能评估说，哎，什么时候能够量产？还是一个处在一个要被告知的一个状况之下。公安甲空污事故不时发生，让当地民众不满。中油会室内并表示会继续监督，确保设备安全无问题才开炉。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伫咧新竹县竹北的清河塘，正有客家建筑的特色。自2011年河县政府改读列车了后，到河文兴国中要规划做学校用地，想袂到这3年过去啊，拢无人使用，甚至是变作民众乱扔粪水所在，引起里面的不满。有客家特色的建筑外观，顶头阁挂清河塘的牌匾，毋过即马建筑边啊拢是粪水，走入去建筑物内底，厝顶已经崩塌。海基啊，四处都是酒瓶，然后垃圾，堆置，然后那个屋顶也是都崩塌的一个状态。当地里长讲，清河塘有超过1甲子的历史，是新竹高铁区域内底真罕看到的老建筑，因为长期无力管理，环境垃圾，唔呐影响市容，加上边啊都是幼稚园，热天空间会搞蚊虫，周边环境都是非常脏乱，所以造成生活环境。像我们周边也是幼儿园，幼儿园学生又多，300多个的学生，蚊虫又多，你叫他怎么上课？高铁区这么一个特别的历史建筑解除列管之后呢，文化局跟教育局就没有再负起一个管理的责任哦。那教育局接手之后，也并没有去跟中央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来挹注，所以导致于我们的清河塘是一直是脏乱不堪的状况哦。新竹县政府回应，清河塘2021年改读列车了后，目前已经交由文兴国中要提来做学校的用地，学校也已经向客家委员会申请经费。此次的校舍整体规划设计已经将清河塘的修复纳入。那我们期望经费挹注后，清河塘能成为学校特色课程及地方社区文化相结合的教学领域。清河塘未来准备用来做乡土教育的使用空间。公务工在修复工程完成之前，会要求学校定期整理，维护环境整洁。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去年有一套台语教具《台语嘛会通》，伫咧乌白木珠平台摕到提案大赛当中金8奖，而且是伫咧网络也得到真好反应。今年总算完成实体要上木珠平台啊！这是由一顶无到30岁设计师所设计，活泼的活动，和台语教具有趣味性，增加囡仔的学习兴趣。团队也讲，因伫咧开发过程当中，偷偷啊把台语捡倒转来。开始哦，来，欧叔叔，囡仔最爱耍，你阿最爱耍。
阿妈带孙同齐读台语绘本，这是台语卖童团队所做的广告。不过，唔仅仅是绘本的形式，即字含多，因为拢会当透过点头笔听到台语发音。这套广告加强分组名词、形容词、含动词来设计出不同款的形式，亲像动词都有互动卡。囡仔只要把卡片的转机关 Q 叮当，就会当看到台语的动作。台语的拍有过来种方式，你讲你甲我拍，按哥我唔知你是安怎甲我拍，阮的阿舅来讲究。对，阿母甲我笑，摕出来甲我笑，对，这就是一种直接表现的方式，让伊知影讲原来拍这个动作有这么侪表现的方式。也若像台语的形容词，比如讲阿嬷的头毛白葱葱，只要甲册边仔的细盘甲杯顶动，头毛就会对乌色慢慢啊变作白色。设计台语卖通这套工具的是三位无到三十岁的设计师，因伫去年摕到我辈观众无主提案大赛的金杯奖，希望会当让家长在教囡仔时较有互动性，增加学习的兴趣。爱好耍，够趣味，嘛爱正确。过去拢是靠平面的绘本，拢无。无够趣味啦，所以囡仔都无虾米兴趣会学台语。台语卖通的创办人洪祖贵表示，家己因为台语无啥会晓讲，佮看到台语直直在流失，所以感觉真可惜。所以透过设计，嘛慢慢啊，甲台语学转来。团队嘛有请台语专家阿东来严格要求教具的品质。一定少年人因愿意甲讲，就是甲伊的母语重新甲学转来，甲吸转来，而且。会当奉献家己的实力，奉献家己的专长来设计教材，也希望讲你会当让咱的台语，也是咱的本土语言，会当继续生传落去。台语卖通这套台语教具，主要是针对三岁至八岁囡仔所设计，未来拍算会伫四月十六上募资平台。团队希望透过这款活泼的设计，家长含囡仔拢会当做伙耍、做伙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讲到巴黎呢，即最近厝要提出来税数量是变较真少，而且即税厝的租金也一直升悬。一间五平的房间税厝的即租金就超过台票三万块，而且有钱不一定税务哦。而且个即要税租新的铺墙网络，迄间就随去放税去啊。真侪人拢伫咧怨叹讲，即马伫咧巴黎要税厝，就亲像奥运比赛同款啊困难。最近在法国巴黎税处真困难，加多啊肯定会税处广告，高温将了后卡电话问，有要参观已经满啦，而且租金贵到惊人。15 square meters for 900 euros? I'm not that desperate yet. 27岁莱昂过去两个月一直在看厝，伊已经看15间房啊。There are a few offers. Lots of people apply for all the listings. So today it's complicated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莱昂进行在巴黎不是个案，网络上四界拢是在找厝的大文。房地产专家指出，巴黎出租厝的数量在三年来减少70%以上。As a direct consequence, rent started to increase roughly 2 years ago, and they soared in the past year in 2023. 巴黎大房无够供应的原因真侪，除了法国进程为着降低通膨、调低利率，造成厝卡真歹贷款买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大房无符合巴黎的节能法规，那2028年进程无改善，未来就袂当出租。再加上下季奥运几个月了后就要举行，真侪厝头家选择将厝短期出租，趁奥运期间趁一笔。未少厝家最近就接到厝头家唔续租的通知。房地产分析师指出，今年上半年想要伫巴黎税处竞争，可能甲奥运比赛同款的激烈。公司新闻，请我林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到新竹对17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3度，也过未来三港气象。
李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